草布黄连是名一名王连。知连，气味，根，苦，寒，无毒，主治心经实热。用黄连七一，加水一碗半，煎成一碗，饭后过一阵，食远，温服，小而减量，伏暑发热，作渴，呕吐及赤白痢。用黄连一斤，切小，加好酒二升半煮干，再焙果，研细，糊成丸子，如五子大，每服五十丸，一天服三次。此方名黄龙丸，古热黄寿。用黄连四分，切小，加铜片五大盒，浸一夜，微煎三四沸，去渣，分二次服下。小儿干热，便身疮实，潮热，肚胀，口渴，用黄连五两，切碎，以水调湿，纳诸肚中，缝好，放在饭上蒸熟，连同少许泛滥捣烂做成丸子，如绿豆大，每服二十丸，米汤送下，另服调血清心的药，使病速愈，消渴尿多。用黄连末和蜜成丸，如五子大，每服三十丸。又方黄连半斤，酒一升，放在开水锅里煮一服食，取出晒干，三细滴水做成丸子，如五子大，每服五十丸，温水送下，小便如油，按这是消渴晚期病状。用黄连五两，瓜蒌根五两，共研为末，加生地黄汁合成丸子，如五子大，每服五十丸，牛乳送下，一天服二次。忌食冷水，猪肉，或伤风。用黄连五钱，加酒一碗，煎至七成，再加黄蜡三钱融化后，趁热服。白灼，用黄连、白茯苓等分为末，加酒，糊做成丸子，如五子大，每服三十丸，以补骨之煎汤送下，一天服三次。痢症多血，用黄连一两，加水二升，煮成半斤，漏一夜，次日烧热后空心服。又方黄连一两，和鸡蛋白做饼，酒成紫色，盐细，以姜水三升，慢火熬成膏，每服半盒，温米汤送下，单以鸡蛋白调黄连末为丸服亦可。又方黄连二两，切碎，放在瓦上焙焦，加当归一两，焙过，共研为末，再加麝香少许，每服二钱，陈米汤送下，冷热诸利。用黄连一两半，龙骨一两，大附子一个，干姜一两半，椒一两半，切细，加水五合，煮沸即停，稍冷再添水煮，如此反复九次，最后约的药汁一升，一顿服下，立即腹痛，里急后重。用黄连、木香等分为末，加蜜做成丸子，如五子大，每服二三十丸，一天服一次。此方名香连丸，伤寒下利，荒服场 S 末，平患砂石尾饭定去核，酒燥，共研为末，加辣一块，如其子大，和蜜一升合煎，捏成丸子，如五子大，每服二十丸，一天服三次。又方黄连二两，熟艾如鸭蛋大一团，加水三升，煮成一片，一次服下，机关治。用黄连末涂茶，加入赤小豆末更好，治病秘诀。用黄连、止咳等分为末，加糊做成丸子，如五子大，每服五十丸，空心服，米汤送下，水泻、皮泻。用黄连一两，生姜四两，同以文火炒至姜脆，取出，把两药分开，各研为末，水泻用，姜末、
提蟹用黄连末，每服二钱，空心服，开水送下，此方名神圣香黄散，意志立即，吐血不止。用黄连一两，捣碎，加谷二十粒，水煎去渣，温服，眼目诸病。用黄连不限多少，捣碎，浸清水中六十天，然后单取之熬干，另用艾蒲瓦上燃艾，把熬干的药丸盖在艾上，受到艾的烟熏，艾烟尽后，刮取碗底药末做成丸子，如小豆大，每服十丸，甜竹叶汤送下，眼睛突然红痛，用黄边挫碎，浸在鸡蛋清里，经过一夜四日，滤去渣，以鸡毛蘸蛋清，点眼，右方，用黄连和冬青叶煎汤洗眼，右方，黄连、干姜、杏仁等分为末，用棉包裹浸入热水中，趁热闭目淋洗，双目痒痛，用黄连浸乳中，随时取之点眼，泪出不止，用黄连浸水成浓汁茶洗，牙痛，用黄连末茶痛处，口舌生疮，用黄连煎酒，时时寒漱，小儿口干，用黄连、芦荟等分为末，每服五分，蜜汤送下，如细走马肝，可再加蝉灰等分，清代减半，麝香少许，小儿耳后疮，称月月时，用黄连末茶敷，胎动出血，用黄连研末，每服一茶匙，酒送下，一天服三次，孕妇心烦，不能睡眠，用黄连研末，每服一钱，清稀饭送下，无名肿毒，用黄连、槟榔等分为末，加鸡蛋清调匀茶患处，疮已溃或未溃，皆可用此方。中巴豆毒，下泻不止，用黄连、干姜等分为末，取一茶匙，水冲服。